在这里欢迎啊，大家来参加啊！所谓吃好喝好，第一个早餐的美食啊，我们订的是一般游览车3000块的美食，但是我们的熊爱玲熊小姐，我们的七会长啊，她要我们吃好一点，所以每周给我们加1000块的菜。哎呀，那真是太棒了啊！让大家吃的吃的这个这个啊，晚餐呢？这个李氏啊，他推荐花莲最有名的吴涛啊，那个清爽茶包鸡，温柔的春风送香味，一阵的小羊白如面，随着小姐的身边，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歌声动人耳。有雷天，有雷天，表现青春这东西。有雷天，有雷天，冰冻的脚下看着伊。有雷天，有雷天，有雷天。灯光会比较妥善广场，对，妥善。那个
坨非常的特别哦，它是我们的清照字，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，你们一定没有看过它。这个、也是代表我们台语的精神啊，就是火山水管在运用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水池呢，它原本是用自来水循环，它有一个管道是利用下雨的雨水吸取下雨的雨水去做运用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空拍下来的话，有看到它是那个无限循环的符号吗？你要去教育部那边登记啊，不然大家不认识这个字、啊。有啊，在申请当中啊。哦，申请当中啊。山泉水长大的，他不会变样子。对，我山泉水长大的。对，那待会呢，有空的话也可以过去看一下。对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有看到星巴克跟 Seven 吗？哎，拜托吗？其实他跟我们的老板也是好伙，那个好朋友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老板也是开放这个场地给他们。这个打卡四期，他们每个月会缴交汤山食用费。那第三点呢，大家参加的保米报那个导览费用，导览的费用也是投入到和平国小，嗯，就让我们偏乡地带小朋友能有更好的。没有啦，所以大家呢，大家你们来这边啊，不管是上厕所、经过拍都免费宣传，也可以顺便听导览，对，还看漂亮的美女。另外一个地方前进，那个地方有冷气，我们吹一下冷气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水火土，水火土上广场。没有，你要加一个金呐、啊，才进步分。他们习惯了。要再多好一点，我等下。
动。你们都怕了，我还活着，因为我都这个时间在运动的。真的？哎呀！所以说你们要靠我，知道吗？我都听了傻眼。委员会的心态，就经常跑到龙后宫。跟别的协会还不一样，委员会的这个叫委员会。我爷是老人，是60块，优待20了。了解，是这样。这个是免费哦，这个是是我们人头算的，是，他是我可以这样就看得到，要不要戴帽子？大家可能想可以，都可以的，不戴的没关系的，这张哦，到时候这张。好，谢谢。他当时没有地方，对对对，这个龙客堂主说有200元，红店小心一个街，那个红店是不是广告很大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因为我们人都在这里。我们这段没有这个本事啊，走失不了了。大家都很乖。啊，对，要走的人就去走，啊，不走的人就没有的人在这边凉的，有位置存。他这好像都露营期的，对的，都是露营的。有什么绿博的时候，绿色博览会的时候，大家都拥抱漂亮的。真的不是说我现在穿这么厉害，就很奇怪啊，冻死不了。阿波罗花，你看这个阿波罗花，黄色的，很漂亮。阿波罗花，这个就是阿波。谢谢你啊！他的车子坐起来比较舒服。没有啊，就是。同一个出口，同一个出口，同一个出口。对对对对，在这里就五个港，同一个出口。特别啦，这是我们这里哦。如果来到这边照一照，走一走还不错的。对，南湾澳港边，那边的港哦，那很漂亮。港边的那个港，九龙鱼港，九龙海上可以看的。哎呀，就是那个，那上面那个也可以上去，车子也可以上去。仙女峡，在那边那里有仙女。599，599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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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饭大。什么叫连宅连夜部落有什么不同？来，这里给你。也是24在送，哎，都有送，都有送，哎，整个药都一起买啊，哎，两个人、三个人都可以吃啊。好，不清楚就问人家哦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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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
香啊！好的，那我们呢一起走好了啦。可以，我们一起走。从里面先走，比较不会。对，早点热。不会一直那么热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这边呀，就是一下子冷，然后突然换。谁在说喝咖啡？咖啡。哦，拿着不管他，哎呀，就是你赚了嘛，不然。等一下，记得。你要350。对。你哪个宽就可以了？现在宽的这个，给宽女士，那边比较便宜的啦。好了，那边等一下，那边有卖吃的很多。谢谢。可以耍一次，然后解决一下。我看你一下，是吧？传统艺术啊，来补助他们水电啊这些。陈总，你挺强哦。不冷，不冷。那个先当，因为吃多了就会要配那个先。你白哥有没有？哦，那先当最香。哇，这柠檬。很麻辣，这样的。这是要回去拿回去泡水吗？可以加，可以加直接吃吗？它是比较有味道。你家鱼站旁边不是一个那推这样子啊，直接吃可以，不吃了，红枣都可以吃。对，到底有没有好吃？那可以的话，都有带我们游览车。花酒的啊，不是乱喝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花配皮的，还是这个花配泡的啊？是。好，是拿出来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试试二选一啊！等一下，有二选一，有椒麻跟葱花啊。快点，哪一个好？这个是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李市长，你们没有？拿去。麻辣的。哦，蒜辣的没够，不够味。好，就这样，三包完了。香烟，是，我等一下。
小时候都常看啊，不留意就可以从看了。哦夜宫啷啷啷啷啷啷，那个剧本，啊、哦，这个是剧本，这个要讲台。他只能够做到脸跟那个手，所以啊，他的脚跟他的那个椅子跟他的身体，就用其他稍微次一级的珊瑚跟那个黄金哦来打造，那全重大概400斤。包住好子叫娘娘好叫博善，上面中间那个那一尊开始吗？对，最前面那一尊。三十妈祖是最后面那一尊吗？前面这一尊。前面这一尊吗？所以你们不管人家讲说什么解析度啊，或者是前面这一尊。没问题。辛苦了，哦，大哥，你今天来累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我现在影响的一下，为你的下，洗澡了。
就找了三年多，哦，才找到这一块，才找到这一块，而且是从加拿大那边运过来的。不是，因为在国外他们没有去像我们区分什么玉石，你会发现以前古代都叫做玉的，没有叫玉石，石头就是石头，玉就是玉。可是现在，哦，就这边都可以，地方可以拍照。因为台湾那个时候也找了不少的石头，在花莲也找了不少的石头，可是外面看起来很漂亮，切开来都不行，碎掉。因为一般我们的珊瑚看起来是不是跟那树枝一样？你怎么去找？找到一个那么大的？台湾这个都马祖了，马祖我本身一个马祖像，两尊的观音，一尊的关公，总共八尊佛像进来，本来要进头城港。结果很奇怪，台风很大，他就临时绕到南方澳这边来避风。那进来的时候，本来港检所不让他进来，因为风浪已经很大了，他就要进，硬要进来，港检所就好让你进来，打开开舱检查。结果平常的台风天，大概大家检查一下，因为都本国渔民，没有事就算了。然后那天很奇怪是，本来要解散的，透粉红色的光，跟他们小兵讲，就后来就把它打开，把那暗舱一打开。发现里面有八尊的神像，按照规定，在台湾以前，尤其像很多都在警总的抓到，怎么那些走私物怎么办？没入，然后呢，销毁。可那五尊是从湄洲请，本来是从渔民请过来的，人就是要走私过来的。啊，结果八尊怎么办？大家就请愿，最后是谁做决定？李登辉做决定。李登辉那时候是总统，他做决定保留这些，保留这几尊那个什么那个妈祖像，哦，那头城那边就讲说这个船是我们头城的船，应该把这五尊妈祖像还给我们。南方澳这边讲说，就南天宫这边讲说，他已经进来的就是我们家的，那就不寡归，反正就是硬是留在这边。到后来就是李登辉就讲说，好，那就留在这边吧。所以头千五百公尺。但现在只有一般的那种珊瑚礁的珊瑚是受到保育，那珊瑚辨别真假其实有时候很容易。没事。珊瑚有一个珊瑚心是白色的，如果人家卖你一次珊瑚吃全的，这个就金妈祖。有的一批，有的一批。会伴小影要回去，有雷天，有雷天，沿路来念歌笑咪咪，有雷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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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。